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熏法安心读书会每天为您分享熏法相心得。今天的主题是珍宝难求，将欲弃舍，第1076集。我是维智。经文：导师多出方便而作试念，此等可悯，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作试念已，以方便利。于显道中过300由旬，化作一尘，告众人言：汝等勿步，莫得退还。昨天跟前天的文有提到，这条显道长远有500由旬，那有很多人也想要去探险啊，想说有大珍宝，可是因为这条路很难走又很远，那走一走呢，走一段路以后，这些所降人众中路谢退。昨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他们就来跟导师讲，哎呀，我们走不动了，我们又疲累又害怕，所以我们决定不走了，不止不走，我们还要回去。昨天讲到说来跟导师讲说要回去了，那如果你是导师怎么办呢？看这段文，导师多诸方便而作试念。这时候导师心里就浮现一个念头想法，待会上来会跟我们讲这个念头想法是什么，这很妙的。他就决定用善巧方便，多诸方便，昨天我们提到有全智导师啊，还有实智导师，他就要用方便力，他有一些想法了。他内心想说啊，这些人众啊，这些人他所带的这些人实在是很可怜啊，也很可惜啊，那也很可悯。明明大珍宝就在前面，再坚持一下，再走一下就到了，可是他们竟然想要回去不走了，这多么令人这个可惜的事情所以他内心有这样的想法。他升起这样的想法以后他内心其实还是希望带领这群人能够走到珍宝处嘛，所以他就用他的方便力，在显道中过300由旬，化作一尘。因为显道有500由旬，他就在可能走200多了那就快到300了在300由旬的地方化作一个尘，就我们常常所称的化尘，就是这个。那这时候跟大家讲啦，好，你们不要害怕那你们有点累了，我也知道。那我们继续走在前面一点点路就有个化尘，那里可以休息，所以不要退还我们继续走马上就可以休息了好，这是文的大概的意思，那待会会详细讲。我们来看上人的手札：小根基受全教，畏惧大法，心发意菩萨，闻教法意慈，亲近善知识，一切说法处，初心一念勤修，向正道法。那这一段手札在讲什么？在讲小根基的人他们就是害怕大法，他们以前接受这个全教就是小法，他们就学得很高兴这样。可是要他要做菩萨的话，是需要听闻这个大法，而且要把它记起来意思，还要常常亲近善知识等等这些有说法的地方你都要去听那保持着一念出发心好好修，向正道法走就好了这是菩萨该做的那这一段你注意看第一次看我就想说，这每一句都砍一个法，这法到底什么意思呢？待会就知道了来看为什么每一段都有个法这个很重要来看一下图用图来解释就知道了上面的手札就刚才念的那些话就是导师内心的念头那他做出决定还要用策略来引导大家策略是什么待会就讲，就是那个法待会再会讲。我们先看经文，因为我在想说上人今天这个手札到底为什么写成这样子这也是非常奇妙的就是说有时候因为内心世界都看不到，一法也看不到，那导师做试念，那他在想什么你也看不到上人竟然知道就把它写出来。你看我们文有两段两段文，
导师多出方便而做试炼，其实这个就是那个而做试炼，有没有？那做试炼 以方便利，以显道中过三百由旬化作一层，有没有看到？所以这就是导师的念头。导师念头在文里面只说啊，此辈可悯，有没有？此等可悯的啊，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好，那他到底想的是什么呢？其实他想的是说，如果你心中有法，你就不会退还了。所以他决定继续带大家走，好，然后呢，也而且要让大家怎么样，慢慢把这法入心来。因为如果你有法，你就不会退还，这是他的想法。他有很多想法，第一个，他就是要决定要继续走，因为这大珍宝太重要了，继续走。第二个，用方便法化作一个化成，给大家休息。第三个，引导大家不要害怕，引导大家不要害怕，这都是他的策略啊。二跟三都他的策略，一就是坚持，这些做出决策。就像你去登山，如果你是向导，所有游客说啊，导游我们不要走了，嘿，你也可以顺着游客说好，那我们不要走回去好了，那也可以说啊，我们要继续走啊，但是要大家甘愿啊，那引导大家不要害怕，大家还是害怕，好，那先给他休息，化成给他休息。那导师就知道说，如果大家有这个法，就不会害怕，好，这样。所以告众人言，汝等勿怖，莫得退还，你们不要害怕啊，有我在，然后我们先休息，好，那不要退还，到时候到珍宝处啊，你们就知道了啊，等等，好。所以这个很妙的，那这是什么？因为你要坚持初心一念，有没有看到？因为经文里面不是有而作试念，哦，作试念，哦，这个念，念在这个一念心在化成玉品，上文讲过很多次，哦，所以这个初心一念，勤修向正道法，这个导师从头到尾，哦，都是这样，佛陀从头到尾也都是这样，化成玉品，这个大通自胜如来，这个大通，哦，自胜如来，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啊，就是我们最初的这一念心，啊，等等，对不对？这个是不变的，哦，所以大家要懂这个，哦，学上今天这手札也是很妙，每天都很妙，哦，他用心听闻，哦，用心受持。这段手札，哦，就提到佛陀他知众生根基想法，他内心就做出决策，哦，就我刚才讲的这个，他决定用化成让大家休息，再带领大家继续前进。所以这段写的就是这些，哦，他的最初的一念心，还有这些决策啊、策略想法啊，哦，等等，哦，这个做试念里面这念头是什么，哦，写得很清楚。来看上人的开示，要用心，哦，小根基受全教，畏惧大法，就这就是佛陀循循善诱，可是弟子呢就一只手在自己心，无法启发出利他大根基的心态。好，这个小根基的弟子，啊，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啊，你看从这个譬喻品啊、性解品那边提特别多，一路走来还在提，可是上来还是加了要用心啊。这看起来好像也很简单，不是很简单，就是已经讲了不知道 N 遍，啊，多少遍，啊，可是其实这背后，对啊，那你知道说小根基好，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就是这个 so what 啊 ，now what 啊，就是说，那再来呢？哎，那要有些方法，有些策略啊，所以就化成了啊，这个，所以小圣是这样来的啊，要了解啊。因为小根基的人，他独善其身啊，这个，那可是佛陀他的本怀，这最初一念心，刚才讲的，他的本怀就是施大法，啊，对不对？那小根基的人就是不敢接受，哦，害怕大法。可是佛陀四十多年来，有没有？他一路走来其实始终如一啊，对不对？他虽然前面先用这个小乘法，哦，这有他的这个因缘背景，哦，这个就一路华经要理解的就这一段。所以为什么上人说要多用心，就一直讲一直讲啊，你要听懂哦，对对，这是必要的，的确是这样，对不对？众生根基有时候法还是说啊，对不对？从这个华严这个本，这个华严起示佛的本怀，哎，大家比较不容易理解哈。阿含、阿方等波罗啊，现在华华起了，
这样一路走来，有没有像中生说法？有啊，也有人能够接受啊，如果接受了就发大心，可是也有些呢启发不起来，也是会有啊。就像一群人里面，像佛陀的弟子啊，在僧团里面，他来出家各种的因缘啊，各种的根基都不同啊，啊，所以要知道啊。那僧团里面的人，他之前学的小法，他知道说啊，人生轮回在六道或者是五道当中啊，这个五道四生轮回很辛苦，由不得自己啊。啊，这个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到底会堕落到哪里啊？一世人生万劫难再啊，是不是这样？这些小圣弟子也很怕跟众生攀缘啊，万一攀缘的不适当，情脱轨、缘脱序，就容易再脱落啊、堕落啊。上人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淡淡的讲，可是那时候，我有听到，的确啊，包括我们自己啊，有时候一个不小心，包括这个说错话啊、做错决策啊、行为不当啊、没有手机啊，或者怎么样，被一些这个爱恨情仇诱引啊，那怎么办？就堕落了。所以上人淡淡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今天呢、突然惊觉了一下，的确会这样。因为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寺庙，有一个修行人，也算应该也算大修行人了，就但是他还是写 他有写了几条规则啊，写在他的那个方丈寺的外面。他第一个有写不攀岩，那是想说啊，你都修行到这样还写个不攀岩啊？对啊，很多出家人 不喜欢攀岩啊，对啊，不攀岩啊，对不对？可是还很有趣，可是你做一个大圣的行者，你有时候要入人群啊，那不是攀缘，但是要跟众生结好缘啊，结善缘，对不对？造福业，这很有趣啊，还带他们大家一起做，是不是这样？所以其实上人今天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是还蛮有感的，就是说啊，这个因为小圣弟子他们就是不敢去接触人群，那我们就是要时时入人群去啊，是不是这样？所以上人说，小根基的人他了解佛法，知其一不知其二，他知道轮回生死苦，是啊，那出轮回出生死出六道轮回很好啊，可你要知其二，知道什么？入人群是最好的锻炼，所以我把它画起来，锻炼最好的道场在人群中，你怕众生你才更要入群生中去啊，入群人群中去锻炼，对，说的有道理，因为我以前有练空手道啊，这个，而且我也很喜欢路人群啊，因为这个我做教育训练嘛，做人力资源主管啊，做教育训练，都常常要路人群，做慈济也是要路人群啊，说法传法也是要路人群，你要去救度众生，那你不路人群，那去哪里度啊？是不是这样啊？那在众生群中，你自己就要磨练啊，就要磨练，要有信心，还要有法，是不是这样啊？还能够不受外面的诱惑，所以还要守戒啊，还要禅定啊，所以戒定慧为什么那么重要？还要智慧啊，是不是？你如果没有守戒，没有禅定，没有智慧，一下就挂了啊。但倒过来，如果都有呢，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四摄法，对不对？让人家接受你，打开心门，六度万行，就有爱无爱啊。今生此事应该自己了解道理，才要赶紧入人群中去磨练，所以。这是大圣弟子啊，行菩萨道这个大圣行者所要做的啊。所以上人在用譬喻，这譬喻以前讲过，他上人又在讲，就是什么？你要成为一个很精密、尖端又精细的一个仪器也好、物质也好、一个有用的东西也好，要经过红炉热火的锻炼，就像那个什么，这个炼钢啊，甚至炼剑，打造一把宝剑一样。那这个部分上人讲过很多次，这个我也很喜欢，那我跟各位分享。其实我从大学里的时候看一些文章，我就很喜欢这个譬喻。大学我有一阵子有写日记，还有写文章，这个样的一个概念我从大学就接受了，我觉得没有关系，我就路人群去接受考验，那时候我做班带啊，做什么啊，在社团里面当干部等等，做活动组长，所以我很年轻就做这个这些事情啊。那
哎，刚好可以什么接受考验啊，真的是红炉热火的考验啊。那后面还有帮家里啊也接受考验，所以这个精密的器具没有一项没有经过红炉烈火了。所以从很年轻就有接受过这些红炉烈火的考验，所以我对上了这一段也是很有感，是不是把它画起来？人群中就如红炉烈火一样，我们有如金属铁类，同样就是要经过啊这样的考验，才有这个值。都没有经过红炉烈火，就没有完成，没有办法完成精密的东西。修行也是这样啊，那我们的正如本性也这样才能看到。所以我你看大学1967年我就念1977年哈，这个我就念大学了啊，所以你看一转眼多少年了，很久了啊，这个很多很多考验啊，那一路走来都要面对这些考验，那现在还是要继续接受考验啊，把所有的无明烦恼杂质都去除了，你见货失货去除，还有尘沙货啊，都对不对？所有的无明，一直到无明货都去除，三货都要去除，哇，这不容易啊，我就是要这样修就对了啊。那上接着又在譬喻啊，那个红炉烈火讲过了，就精密仪器啊，打炼钢打造宝剑啊，啊宝剑也好，钻石也好，唯有钻石才能切割钻石啊，宝玉也是一样，要经过琢磨啊，这样哇，那所以没有经过石磨刀切，价值连城的宝石没办法凸显出来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从很年轻真的就体会很深啊，所以没有关系。人精方魔啊，人精天魔方铁汉啊。以前我有时候读到一些这个好的句子，会把它背起来啊。那么静思语也好了，或者这些人生的格言也好，就有很多这样勉励我们自己的话啊。知其一，不知其二，对不对？知道轮回的苦，那不知道究竟的乐，所以两个都要知道啊。这样，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正如本性回归到虚空法界啊，无事不知，无事不晓，全都了解。这样真如本性就现前了，修行就修这个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有分段生死啊，好，那还好在这个一段一段的生死当中，应该过去生啊，也有结缘的导师来带领我们。昨天不是有讲到吗？啊，这个有整个通途慈悲导师、结缘导师、全智导师、实智导师四种，是不是这样？所以肯定有这个结缘导师来带领我们啊，才有办法。今天坐在这里听法啊，这样我想也是这样啊。好，所以说能够听法就是有这个因缘，那能够听得进去立根基的人啊，都是长久锻炼出来。因为我想我在录这个维持熏法，像各位在听，对不对？每个人的因缘呢不同，根基不同啊，那我们一定肯定也是有缘呐啊。那这个每个根基不同，好，那就是一直练呐，练久了你就变立根基的啊。他这个好，所以我们每一生事都要很用心啊，好好将这颗种子收入我们的80田中。对啊，一生一世当中，这个都会有很多的种子啊，然后这些都进入到80田中。那我常常讲说，当80田中所有种子都清净了，就回归地球室。上面讲的是这个啊，在精密就是说在纯化了啊，在精炼啊，炼制纯化。更亲近到84的种子全部亲近了，第九世啊就出来了啊，这时候全部转换成第九世啊，这样这一定要什么进入大法，一定要发菩萨行，行菩萨道才有办法啊到达这样的境界啊。那心发一菩萨，对佛法开始入心来啊，赶快发大心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很重要啊。所以心发一菩萨就是要什么，你要闻教啊，就闻受教法啊，要受法啊，而且还要把这个什么听来的法要时时的忆持啊，这个一定要入心，将法都入心来，要常常记得啊，不止记得，还要信受奉行，是不是这样？信根要生，全全福音，举手投足开口动舌都要如法啊，这样。那上来讲到这里啊，他又讲到一段说，哎，提醒我们的就是说，你说话啊，因为接受教法嘛，那他就举例啊，哎，你说话有如法吗？该说的要说啊，啊不该说的呢，时机没到也不能说。那这一段啊，这一段其实就是跟那个 EQ 一样，所以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些啊，就是你的 EQ 就很高，智
EQ 是情绪智慧啊，不只是情商而已啊，不是智商或情商，它是情绪智慧啊。因为人很多种啊，有立根的、钝根，钝根的人有时候他听一听没听懂啊，偏差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那就麻烦了，或者是把它扭曲的啊，应用到别的目的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要很小心啊，法要好好译词，好好用啊，这样那这个该讲不该讲，我们自己要用心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对人、对根、对机，佛陀就用很多心啊，这个去对根、对机去斗教，对不对？那这个自己说话要很小心。上次举这个例子啊，叫我们去理解啊。那如果对方完全他烦恼还没有去除，那这样的话，这个可能你法也没办法入他的心，有时候他还会这个起毁谤或败坏他的善根等等啊。所以你看，说话听话。对时对机对地，这样就对了。其实这就是 EQ 的五个适当。我常说 EQ 啊，情绪智慧有什么？在适当时间啊，适当地点，对适当的人，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你适当的情绪，有吗？上面其实讲这个啊，它就是跟 EQ 是相通的情绪智慧。其实佛陀的智慧当然它都是超越啊这些心理学，超越管理学，只是我们有时候不太用心，不太懂。当你懂了以后就哇好妙哦、啊、真的是很棒啊。好，所以我们对心发意菩萨，我们自己是心发意菩萨，就要发心啊，要听法受法啊，这样闻教受法，好好用心一词啊，上人要讲这个。那你看、啊、这句话，你知道为什么要讲那一段讲这么久？所以结语很重要。我们若不接受法度入心来，如何施教于众生呢？所以心发意菩萨也是要用心，因为他这一段已经从那个小圣害怕大法转到心发菩萨，转到菩萨的大法来的。所以我再讲一遍，我们大家看一张图，好，就把图再看一遍。因为佛陀他的本怀是要大家做菩萨行大法，可是这些小圣弟子守在他的小圣，现在把小圣转为大圣，这不容易啊、哦！我刚才不讲一个哈，那 what 以后他们是小圣啊，畏惧大法。那接下来 so what now what， 上人讲了这个这段为什么讲这么久，就是他就是 so what now what， 哦，让他变心发意菩萨，那就对了。你看我再加一句啊，在蓝色的上面加一句，刚刚不是那个法，我就说保留在这讲，小根基受全教畏惧大法，好、哦，心发意菩萨。教法义词，你看都有个法啊。刚才上人这边讲很久啊，讲到这就讲很久，接下来才要讲第三句跟第四句，就讲比较快，因为前面这两句你懂了，特别第二句是转折，我说的那个 so what now what 这样。那清净善知识一切说法处，初心一念勤修向正道法，有没有都有个法？所以这就关键了，我们若不接受法度入心来，要如何施教于众生呢？有没有这一句？这是心发意菩萨、啊、就是让他从小根基畏惧大法转了，所以第二句是一个大转折。所以为什么上了一二来到二这边讲很久，三跟四他就可以超快办，因为讨鬼新的鬼啊，他已经过了嘛。哦，这个如果你真的做心发意菩萨，你已经从小根基变菩萨啦、啊。好、哦，然后这个闻教法义词啊，好、哦、这样。就懂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是一个大转折啊。那接下来才讲后面啊，这个清净善知识一切说法处，好好。既然发心行菩萨道，就要时时清净善知识啊，善知识说法地方就要清净，再告诉你哪里有法啊。那人家有在问啊，像上人最近有出书，就是解惑啊，解惑现在已经出到第四册，就从几十年来大家。去问上人怎么回答、啊、这都要听都要看的 啊。那现在的时代有很多人啊，对不对？那这个人事物啊，那个法在生活中嘛，法在人群中嘛，你有疑惑就跑才会跑去问啊。上人就给出很有智慧的解惑的答案啊，智慧无不都是法，所以这些都是善知识啊。那当机者起机者，他们在问也是善知识啊，会回答的很好的，不一定上人回答，如果常住师父回答或是师兄师姐回答的好的也是善知识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善知识。那读书会大家互相启发也是善知识啊、哦，这也很好。所以上来就跟你讲那个善知识在哪里，善知识在的地方就有法，
是不是这样？因为他们都有法，那我们跟他学，好，这样就对了，这就三知识。好，初心一念，勤修向正道法。那这个初心一念，就长长久久的勤修，要精进向正道法，要很用心。那上文就用这个什么，用台北慈院接受了啊，那个那时候这个八仙晨报啊的十几位重那个烫伤啊，超过70%-80%、90%的这些重伤的这个病患来做开示啊，因为那时候八仙晨报哇，400-500位年轻人都这个什么，这个受到严重的烧烫伤，那当然可能比较严重的，可能说不定有上百人吧，哈，详细数字不晓得，啊，就分散在几个大医院，甚至有送到南部去的也有，哦，中南部，因为这样才能够好好照顾啊，哦，这样，啊，大家都很用心照顾。那上人就举这个台北慈院的例子，因为刚好那时候四个月过去了，啊，弟子最后一位重伤的这个也出院啊，哦，这样，那时候有来13位，啊，一位是来2-3天就往生了啊，很严重。那后来12位都救起来，都出院了哈。上人说这爱啊，这爱心，你要怎么样去帮他治疗？因为他们全身皮肤破坏啊，感染啊，有时候会败血症啊，或什么这些等等，很多并发症的，啊，而且这个烧伤很痛苦，对不对？很像剥皮地狱等等。那要如何去处理这些病患，让他好起来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学问，靠团队。上人就说哇，有时候这个医疗团队嘛，一个小小的床要十几位医护啊，好，还有各种麻醉师啊、药师啊这些等等讨论啊、对治啊等等啊，然后最后都把他让他们这个康复出院，有没有？真是康复出院，还吃蛋糕，有没有？还有送花，看到没？那时候还出了一本《红色九号》啊的这个一本书啊等等。那这是我们这些大医王跟这个白衣大师跟上的报告的图片啊，所以大家都很用心。那时候我就坚持，那时候院长还有整个医护团队，特别是院长就坚持，好，一定要救，好，就是出发一念心呐，好，因为有时候要用的药贵，好，那上人说生命是不能用这个钱来做衡量的，所以该救的一定要救，都把它救出来啊！你看，救康复以后，大家啊都恢复正常生活。当然皮肤还是有些坏，这个坏掉啊，但是也慢慢把它救回来等等啊，让它慢慢康复啊。所以说修行没有一项不是在修行，我们要用心啊，时时刻刻都要很用心啊，这些都是在修行。这些大医王也是修行啊，像赵院长他就坚持啊，一定要救，不可以放弃啊啊，这是最初的这个一念心啊，就跟这个导师一样啊，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都是在险道上，在这险道上我们要怎么走，要步步踏实的走，所以在险道上需要导师，需要有人带，啊，就像人间需要有佛，要有菩萨，因为有佛的教法，他才可以让我们走过险道 啊才不会踏入陷阱，啊，还走得平坦，啊，才不会由不得自己堕落四生六道的轮回中，所以我们一定要将法听清楚，有没有？就是讲这个，啊，好，那我们来看昨天的文，上人又多拉了一张前天的文，啊，善知险道，就有一导师啊，聪慧明达啊，这些善知险道，通塞之象，将导众人遇过此难，所降人中，中路谢退。博导师言：我等疲极而复不畏，不能复进，前路有远，今欲退还啊。这是前天跟昨天的文。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文，导师多出方便而作试念，此等可悯。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来看解释啊，众生为佛功德宝处之遥远难求，将欲弃舍而退堕于生死海中啊。那这就是这样，众生觉得啊，离这个佛很远啊，那就放弃了啊。所以如果放弃的话，他就会继续在啊这个六道四生当中轮回，就堕落生死海中啊。导师多出方便，欲佛全教巧妙，运多方便会，泥于火宅门外设三车，方便中开山，四意具足，故多方便啊。就
就用很多善巧方便，像火宅玉也是，现在是在讲化成玉啊，啊怎么跑出火宅玉？因为这两个譬喻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个大富长者，他很有智慧啊，在火宅外面用善巧方便，因为在解释导师多诸方便嘛，他有羊车、鹿车、牛车啊，来诱引你，他给你大白牛车，是不是这样？啊，一样的意思。那四义具足，四义在后面就有，就在这里，平等义叫本怀，别时义五十。别意义讥教，众生乐欲意随寻根矣啊。那所以这个四义就在这里啊。这个虽然是方便法，可是这四义都还是在，就是什么？他的佛陀本怀在，因为众生平等，佛陀本怀，我要带领你啊，走到珍宝处这个本怀，让你走菩萨道成佛这本怀不变。好，别时义呢，就五十摄教，我讲过很多遍。从华严，哎，听不懂，好，那阿含啊、方等啊、般若啊，让你懂啊，再引你到华华啊，等等。好，讥教就是你要观机斗教啊，好，然后随众生欲乐，对不对？你的要欲啊，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喜好啊，然后需求啊等等想法啊，这个渐进式的，根据你的根基啊，随意说法啊，而作是念，此等可悯，悯众退心，所以作念。此诸小机甚可怜悯啊！这小根基的人，在佛陀眼中当然是 很可怜，也很可悯。但是呢，还是要度他，所以要还是要给他法。所以今天不是都是那个法，法度入心呢，就不会这样了啊！所以这佛陀都知道，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云何弃舍佛圣大宝于中路而欲退转啊？那真正我们要的是什么？是这个佛圣啊！佛圣才是大珍宝啊，可是走到一半还没走到一半的啊，就是反正你中间就退转啊，这个之前解释过啊，真是应该说愚痴，可是就是众生的这个啊性欲根基就如此啊，所以佛陀还是要很有耐心的啊，继续来度他们啊。作是念已，以方便利于显道中过三百由旬，化作一尘，告众人言：汝等勿步，莫得退还。这时候就这个念头产生，一样用方便力啊。佛作如是心思念已，全以三圣方便之力，导师念而悯之，此即其方便智啊。导师当然都有这个方便智，刚才讲过啊。好，那上人最后这边啊就讲什么？讲说他用一个譬喻，其实为什么我今天就看，哎，为什么都四个都是法？记不记得刚才那张图啊？忘了再把它拉到最后来，都是法哦。原来他要你自己走，就是说自己好起来，你自己好起来，你就知道第一个就不会退还，那第二个就会自己在走，哎，不会跟你喊说啊，我累了，我不走啦啊，等等，对不对？所以你要锻炼自己啊。所以上人用个譬喻说，身体较弱的、抵抗力比较差的啊。就是就比较容易被感染，像以前我们要去爬大山，我想起来以前我们要去在台大登这个去登大山的时候，大霸尖山这些等等，有时候这些社长啊或干部会要求说啊，你们平登山前啊要去锻炼身体，把身体锻炼好，对不对？去跑跑操场啊干嘛，把自己身体顾好。像我要打疫苗之前，我也都会锻炼一下身体，一样的意思啊。这样都所有打疫苗都没有副作用啊，打 BNT 两剂或者打莫德纳都没有副作用，就是把体质养好，哎，这样就都很顺，而且爬大山也是 OK 的。所以这是佛陀用的策略，就是这样。就是为什么哎都是用那个法哦，原来要法度入心，所以要磨练自己的心念，磨练心念就在人群中。好，那佛陀当然是不会放弃我们啊，好，但希望人能用心向前走啊。那向前走，你要把自己顾好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来看结语啊。总而言之，学佛我们要用心，时间是不会等待我们的，我们要一直向前走啊。我们若是有懈怠有怖畏啊，这样就会停下来。导师佛菩萨怜悯的心，他是不会放弃我们的啊，就像医师不会放弃病人一样啊。那导师不放弃，医师也不放弃啊啊。所以我们人人，其实我们人人像病患一样，我们要靠医师啊，来我们用药来指导我们，来保护我们啊，对不对？可是保健之道就是我们自己要保护自己，要锻炼好自己。
要有法，保护我们的健康的道路要如何走过，所以时时要多用心，这样我们就懂上人的意思，也懂佛陀的意思了，很感恩，愿做上人的助教，广传净思妙莲华，感恩。